现在舞台之上有17位被待定的演员，杜若溪因为身体的原因放弃了这一次被李立群老师选择的机会，我们也非常感谢他的到来，谢谢杜若溪，谢谢。17个人要争夺着最后一个机会，你们都是演员，为着一个爆灯的名额，今天这个决定谁也改变不了你们自己的梦想，只要你们坚持，我相信你们都会有实现自己最终梦想那一天。今年待定的各位朋友，在我眼里看都是伯仲之间，所以请各位放平常心。我现在纠缠了半天，我觉得要给范甜甜。哇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好，恭喜范甜甜进入 A 通道。甜甜，在这个闪耀的时刻，也请拿着我手中的这一台 OPPO R17 Pro 去跟你最想要合影的导师留下这个珍贵的时刻吧。演员一秒入戏，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，OPPO 晋级时刻，恭喜范甜甜进入 A 通道，恭喜甜甜。